举家人呢？还没倒人呢。没事儿。坐收渔翁之利，妈的！对呀、啊，他们一打我们就猛攻啊！一倒人我们就准备猛攻。你个傻逼，搁那跳楼顶呀！我去，他们有一圈，一点点，没事，架住他们就行。嗯，直接架住。石头后面救人了，一个大船那个。还有啊，还有，捂着你，捂着你，把打了，把打了。摸一下，来了，这维克托好生猛啊，一下就秒了。架一下，架，架一下，边打要边架，没事，风扬你跟他磕就行了，他就两个。他们顶多，他们就是过来，也没其他的。对呀、啊，风扬跟他磕就行了。就两个人吗？对呀、啊，就两个人，风扬干他就行。打药了吗？猛攻！嗯，在哪儿呢？边上。哦，在下边。他就在这下面了，估计。鸡巴对面一个，你在哪？哎，干了他，直接走。哇，这还加十一分，美车车啊！真的是。这不比海岛香，我他哥打海岛打半小时加十二分，打这个十分钟加十一分，你们打你们打，我溜了，拜拜。我进他。哦丢。这不比那个海岛香，你看这首战三十分钟才加十二分。集合了，不如我卡的时间呢？你和我们打吗，不如？不如，不如，好你个不如！我们加入单程质检队啊！好你个不如，我。好气啊，他饿了那单排那第三局，我操，你和小洋洋这里两个打我一个。哦，